小雨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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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但凡有点办法，我肯定不会来找你的，真的，小雨姐。志强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国家的公务员，我必须要对国家负责任。我都倾家荡产了，我全部的家产全都抵上去了，不行我就完蛋了。事情还没到这一步，我先走了。小雨姐，小雨，小雨姐，小雨姐。 真是越来越野了，你逃学都逃到龙家院去了。谁跟你说的？王峰跟你打小报告啊？你还有资格追究别人啊？你说说你，你不单是逃学，你还跑出去给人家添乱，你都这么大姑娘了，怎么一点稳重劲儿都没有啊？啊？你让人家怎么看你？怎么看我呀？爱怎么看怎么看，又什么？站住！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。妈，别生气了，至于吗？ 我就是怕我影响你在许志阳面前的形象嘛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人了？珊珊，别太放肆啊！你看，人家都来了。雨兰呢？我来了。 高兴啊！啊，珊珊今天是跟王福生来的，他让我给他做个雕塑，这不是后来你就来了吗？喂。 说，你这一晚上不说话，琢磨什么呢？啊，单位的事甭瞎想了，我去甭干了，我又不是养活不起你，是吧？咱家想清福比什么不强呢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不干什么，不干什么。媳妇儿，头发。哎呀，头发，头发，头发！你看，弄得我媳妇儿头发了，你看。哎，咱把孩子要了吧。 有了孩子，我高兴，你爸也高兴，是吧？哎呀，别看了，我还没想好呢，我现在不想要呢。那你打算什么样啊？再多你就是大龄产妇了，对你对孩子都不好。我没想好呢。当初你不要，我依你了，那都到这会儿了，我怎么跟我爸我妈交代呀？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不是，那你打算什么样孩子啊？ 不知道，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许志阳呢？
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。过几天我也准备去趟南方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躲过这劫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我看借口这两天有点分散，外贸局那边要迟几天签合同，找个机会我怕没线，这最后一次努力。春玲，我真的太谢谢你了，不管这忙你能不能帮上，我觉得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。真的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太急功近利了。我知道你一次次的为我付出，我一次一次的，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了。春玲，如果我这次彻底完蛋了，你也彻底把我忘记吧，别再想着我了。别再颓废了好不好？我还没死定呢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到了美国，照顾好自己。不会的，你也照顾好自己。别忘了我这个朋友，如果我还称得上是朋友的话。那你呢？我肯定不会忘记你。叫车送你回去吧。干嘛？还要打我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竟然背着我跟那个疯丫头约会。说话注意，别不尊重人。我现在没心思跟你讲过这些东西。那你还有心思跟他约会？有心思背着我干见不得人的事儿？背着你干什么了？啊？我干什么事儿用着背着你吗？抓住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春玲帮我摸底，这事儿我跟你说过吧？啊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？你现在给我装什么不知道？你别骗我了，摸什么底啊？你生意都黄了，都要跑跑了，你还摸底？你还背着我跟他搂搂抱抱，我全都看见了。不管你看见什么，跟你想的不一样，我懒得跟你解释，这事儿你可以信，不信拉倒。哎，志阳，小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点事儿，现在方便吗？方便。那个，你稍等一下啊，走，咱们里边说吧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我帮你什么忙啊？帮我劝劝志江。他怎么了？还是因为美国人那单生意的事儿，他来找我，而且说得很严重。我看他样子不像在开玩笑。你别管啊，你要是管，我连你一块儿说。干嘛呀？他是你弟弟。我没他这么不争气的弟弟，他丢人现眼。志江，不是我不想帮志江，是因为我实在有我的难处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说了啊，我还忙着呢，赶紧回去。
要走了。啊，慢点啊。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一脸的不高兴啊？你们大艺术家都这脾气。刚才那是你请来的模特。你哪儿那么多话呀？你老实待着不行啊！你现在就把自己想象成是雕塑啊！我怎么有那么多想象力？对了，你上次欠我那模特费该给我了吧？算了，再等等，我替你说了。成，咱们开始吧，接着摆造型。脱了吧，找我来干嘛呀？我问你，你又去找杨小玉说什么了？我找他说什么了？啊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出息。你骂我没关系，我为了谁啊？我为了咱们这个家，我这条命没事儿，我防身上一拴就行了。可是大哥怎么办？咱妈怎么办？我担心是咱妈。你还知道担心咱妈？你心里要真还有咱妈，当初就别做那些糊涂事儿。我做糊涂事儿？是，我那些糊涂事儿导致什么结果啊？我在给妈买这买那，你们在哪儿？妈的零花钱都是我给的，你们又在哪儿？不能去找杨小玉，就是不能去。你就是念着老情人关系是吧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我跟他是工作关系，纯粹的工作关系。你找他就是想利用他，你利用他就是寒碜我。真是，你老想着自己。那我现在找过他了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要不你打我顿出去。哎，你直接在这把我打死都好，你以后不用操心了。来，打打打打打，你打不死我别耽误时间啊，我还有事儿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赶紧走。许家老二、老三三番五次找你，我不知道呢。你以为你背着我，我就不知道？别把别人都当傻子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你就甭管了。你监视我。你说对了，我监视你，我监视我老婆不行吗？你这人真卑鄙！几个钱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我做什么亏心事了？那就得问你了。是。许江这两天是找我了，他们跟美国人做生意，牵扯到我们外贸局。哎，那你是帮还是不帮啊？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牵扯到国家的利益。那你就是不帮喽？太好了，听说那孙子这次陷得挺深的，弄不好啊，就全遮进去。你这人怎么幸灾乐祸呀？我幸灾乐祸了怎么了？又不是我让他这么干。对，我呀。还打算把这事儿告诉咱们爸，让咱们爸跟着高兴高兴。怎么那么无聊？你这个人，看来你还是护着他们许家的呀！我告诉你，他们这点班我活干，你知道吗？你出去。
我想帮许志坚。你不用向我道歉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你就站在许志坚一边。我第一次看见你们就有感觉。杰克，我很抱歉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并没有想出卖你。可是志坚他真的非常需要这笔生意，可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可你还有很多的机会。初恋，我非常理解东方人的情感，但是你不懂，对我们西方人来说，声音就是声音。你是一个好人，你要帮助徐志祥成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。现在你好好休息吧。去想办法，我们两个永远不分开，好吗？志江，志江，志江，小兰，谢谢。我正好跟你们俩说说话。我这人啊，自私，太自私。你们俩有时候真的很傻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你让我说说吧，说说我这心里也能畅快些。这回没死成，为什么？不是我命大，这是老天爷变着法折磨我，他不想让我那么痛快就走了。其实我打心眼里我想对你们特别好，我想给你们买大房子，让你们都开上好车，奔驰啊，好吃好喝的，我得让身边的人都看得起我，都得给我面儿，他们也都得看得起你们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栽了。我去找一个人。你的报告我详细看过了，我想再听听你具体的理由。以我目前所掌握的物资来看，我们不可能照顾到三家生意，我们只能从德国人、美国人、英国人里面选出两家来合作。那德国人、英国人的利润远高于美国人，所以我想放弃美国人，这样的话我们能争取最大利润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足够的把握，但我可提醒你啊，这里边可是有一定风险的，这可涉及到你所要承担的责任，也关系到你的前途。
明白吗？局长，我明白，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我只不过是想让利润最大化。您不是也经常跟我们说，要有整体感，要有统观全局的观念，要培养自己的战略眼光吗？那好吧，这样，你再做个草案，我们开会研究一下。好。谁啊？着什么急来了？稀客陈亮，快，咱们有事儿。别着急，喝可乐，慢慢说。我不喝着带气儿了。哟，这两天羊粪装上了。说什么事儿？许日娇的事儿。不管。你这什么事儿？你不管？管他什么事儿呢？你的事儿我考虑考虑，他事我才不管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不光是他的事儿，还是我的事儿，更是你的事儿。你装什么装啊？说了不管就不管，不管也得管。行行，说。许志江跟美国人杰克谈生意，让杰克给耍了。本来我是不想管许志江的，说实话我挺恨他，可是我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啊。这笔生意如果做不成的话，我那份也就没有了。至于有多少，我不告诉你，但是你的提成是你十年你也赚不到的，你想想吧。你行啊，春儿，赶着老外是你案板上的猪头是吧？随便剁，想拿我当那刀，我跟你说这刀不便宜。废话少说，开了价了。你开。别着急啊，慢点张嘴，想清楚了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还有，这把刀卖不卖，得看我乐不乐意。新鲜快，听你这样行，还要系扣子呢。系什么扣啊？你来，快快点。马上上班了，记什么亲呢？哎呀，还有会儿呢！亲你一下，你怎么回事？亲一下有什么好处？你还钱呢？啊？那是因为我们孙楠有钱呢。别说啊，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，跟我媳妇不一样。你想踢你媳妇干嘛呀？你就不怕我吃醋啊？你吃什么醋啊？谁啊？我，大龙。你就去吧，你求我了。来了来了。大白天的你锁什么门呢？哎呦，看你这脸蛋。中午休息，我怕他们打扰我。你着什么事儿啊？我在附近办事儿，正好过来告诉你一声。今天晚上咱爸过生日，我在家里准备了一下。爸自己一个人这么多年也不容易。我先好好给爸过个生日，他今年也不太顺利，你别忘了啊。我尽量尽量。什么是尽量？你是能去不能去啊？能，我下班就去，行了吧？你记住了，反正我提醒你了，别让爸不高兴啊，也别晚了。哟，瞧你这衣服，弄好了，走了。慢点。你今天晚上约了我，你记不记得？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不管，你每次都是这样，你怎么就不记得了？每次都说不记得，今天你必须得陪我去。哎呀，你不是听见了吗？晚上我得去我老丈人给他过生日去。过什么过呀？过一天少一天。还说话。我不管，我俩都约好了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行，去，行了吧，祖宗。真差。志江，
想起来当年咱一块儿倒腾生意的时候吧，说好了将来一块儿共享荣华富贵，是吧？结果呢，您倒好，跟着程小文就奔着北京了。这一回来，咱这小地方也搁不下你喽。喂，要不是今天这样，我现在非跟你拼了！哎，你慢点。许家有劲没劲？我程一石一来，咔撒手，你不领情算了啊！行了，过去的事儿别提了，咱说正事儿。我跟他能有什么正事儿说呀、啊？许江同志，我这个人呢最讲义气了，对不对？你那是春明告诉我的啊。咱别置气了，跟谁过不去，别跟钱过不去。你有办法呀、啊？我那意思啊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找着那老外，把他堵屋里，拿刀往他脖子上一顶，哎，把合同签了，不完了吗？那也不能弄刀子呀！我不怎么着，他能乖乖把生意交给你吗？那你动了刀子，那就不是倾家荡产的事儿了，那犯法，那得坐牢的。我早都说过了，这万一出了问题，我一人扛，不用你们管。可人家是美国人，美国人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外都怂着呢，拿刀一比划就吓趴下了啊！那你那也是威胁，那也是犯法，那也得坐牢。威什么胁呀？啊，我把他弄屋里，春明是自己人，谁知道我威胁他？行行，你别跟我这出馊主意了。哎，许志江，你想不想那钱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怪我，怪我护着老三。老三为了做生意，偷偷把咱家房子给抵押了。现在生意出了问题，咱家房子眼看着就快没了。什么？你跟他说什么？咱家房子都快没了，这老三也太混蛋了。那咱们要是知道，那还不得气死啊！这王八蛋，我饶不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别拦大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大哥，不可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今天非好好教。大哥，要不你打我？这小子外头没干好，他早晚有一天要出事儿。可没想到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老三真不是个东西、啊。老三也是为了挣大钱，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。你甭替他说话。要不是看在你和咱妈的份上，他今天就算交代了。大哥，现在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咱妈知道这件事儿。那怎么办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这不是找你商量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老三他现在人在哪儿？程小文找我的时候说晚上直接把他接回家。走，回家。大哥可真够孝顺，到现在。爸，我去他公司问了，他说啊，他肯定回来陪你过生日。你还去找他去了？没有，我就是顺路。反正他说肯定回来。他来啊，我就饿死了。要不你先吃点，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啊。爸，你先吃着。志阳，有事吗？是不是想说我们家的事儿？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。你是真混蛋呐，哥，你抽我一顿得了。抽
抽你。你骂我，我也不解恨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真想抽你啊！那行吧，赶紧想办法吧。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呀？哎，妈，省点事儿，买点馒头。怎么了？你们这是？怎么了？快说话！怎么了？啊，这都是怎么了？快说话！妈，我们也不想瞒着您了。老三把咱家给败了，他把咱家房子做生意抵押出去了，现在货卖不出去，眼看要赔，咱这房子眼看就没了。哎，妈啊，妈妈妈妈妈，快坐这儿。家要败了！哎呀，你生日快乐！我，我今天一醉方休啊！休个屁！我这蜡烛都吹完了。嗯，吹了？你不等我呢？您看，你说你大姑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找你根本就没影了。你原来嘛还管过我，现在好，我这没事了，想找个事儿干。嘿。你这现在是不是你心里根本就没我呀？根本就不管我了。爸呀，您看，我一回来你就训我，我一回来你就训我，真是。嗯，回来回来，小这么没出息，现在还那么没出息。跟你说别的事儿就甭管了啊。爸，你是不是又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你都一路货色，你们都不管我。哎，老子，小劲儿，小劲儿，小劲儿，弟弟敬你一个，弟弟敬你。哎，儿子，走了。我混蛋呀！我该死啊！妈，三儿啊，从你做生意那天开始，我就揪着心呢。我就怕你把小命给搭进去，还不错，你算命硬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就是房子吗？行啊，咱就是没地方住，咱也得认呐。不会啊，房子不会没有的。晕死王婆，我是最后一招。三儿，咱可不能干傻事儿啊！咱不能干傻事。还有最后一招，还有最后一招。
累了吧？帮你按摩。非常累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！啊，谢谢你，妹妹啊。舒不舒服啊？嗯，特别舒服，非常舒服。那我们一会儿去洗个澡，看怎么样？还是等一会儿吧，我确实太累了，现在。你今天不想我？谁说我不想你？我非常想你啊。你想不想做点游戏啊？好，什么游戏啊？不告诉你。先喝杯酒怎么样？好的，红酒吧，吃点面吧。来，亲爱的。Cheers。怎么了？我今天突然到了一个怪事儿。怪事？对啊，原来今天是要和那个外贸局签合同呢，但是他们突然告诉我，他们不愿意做这笔生意。不做了？就是不做。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。其实我讨厌这些人，不想跟他们打交道。最后自己去玩玩吧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既然如此，我可以和你这个朋友徐志强重新谈一谈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在干什么？杰克，你实在是太可爱了。I love you。太疯狂了，呀！杰克和志江的生意成了，杰克让我起草合同了，快去找他。生意成了。杨小玉同志，我不知道你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搞的。局长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对于英国人难民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，是不能轻易的改变计划的，可你偏偏不听。现在英国人出的价钱比美国人还低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件事情责任完全在我。责任是在你，可是你是我的下属啊，我就没责任吗？行不行？你放屁！越说你还越来劲了你。说了半天一句老实话都没有，你还拿我们当不当家里人？没拿你们当家人。呀，没拿你们。怎么样？同意啊？同意什么呀？杰克，那老外同意签合同了。真的？